你发现经济带你如何后悔也知道无从后退能探险必须探险明日在哪里再望向这日怕那一许及这一许及唏嘘一个人平衡时空怎去面对从此起身那反对如今偷偷隐退谁记得这少年和这童年曾天生也对68岁再望见过6岁这一天和那一天几句才对得起当年那个小孩和父那个小孩就是信仰将不得你摆年龄都